住到今天了，绝对在了。新疆你打卡牌也是爽的，兄弟在了。哎，来去 W 一下，哦哟，帅！还敢压吗？我们下个一公里了，小一啊。马森也在，然后等一下，看到了，在装，小布在装，头三二比二，叠这波要装。出刀，先捅，捅起来，一闪吗？果断的一闪是不是有了？没事，哎，卡牌杀了也行。这能上吗？抢先机，保比的，后续也能打，能打后续，操作。阿森不敢来了，兄弟，必赢的上野三 v 三，打成一换一，都来了，什么卡米尔高六的 timing 全来了。OK， 看到你的，直接二连。我捅到了，哎，捅到了。不，先别框，对，兄弟了，先别框，别框。哇，有很大机会对吧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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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。压力很大，没一点压制力了，而且还要被框。怎么说？来了，一 W， 接来一宽，再够吗？护甲鞋还不够。二，硬来，漂亮，硬来，护甲鞋出了等于没出。哎呦，有点难的，没闪没双招。先踢别接，往墙上掷，先刮点牙，我闪这很稳定，哦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，哇，好稳啊！马上上来就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海瑞，大家还要炸，坏了，我一还空了，我操，哦吼，吃饭吧，那这一条其实。不打也行，那无所谓了都。傻神大很稳定，大到底跳，哇，被躲，被躲，被躲开了，好聪明，他们全部后退。对，卡牌在飞，傻神牌，说，练 Q 刀，华生敢去吗？毛皮鬼，毛皮鬼来了，人头是声明的，我第一眼但还行，出去，要被吃牛肉，吃一口。我傻神练吗？这么生气，哎呦，拿三个，打满了，来一下，小朋友 TP， 再炸，小朋友 TP。五秒，三秒来了，踢哪里？来来，上面有眼，上面有眼，踢踢踢啊，踢上路。没事也算了，就上 A 塔吧。A 塔 A 塔 A 塔去 A 塔去 A 塔去，对 A 塔去，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 ，A 塔没问题。爆破吃一层，哇，赚。对 A 塔出去肯定对这里，兄弟赚还是赚还是赚，这波直接吃两层，兄弟还等于我三层踢出来单杀，单杀一次半。哦，这是谁？卡玛，知道吗？看到了，飞。有进化，哦哟！有人来周波撤退，没事，牛死无所谓，让龙走。哎，牛死推下路塔，推中路塔还挺赚。这波龙只要不死，推中推下，尖峰是必给的这个东西，让卡米尔也肥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左边打到中后期还有双核。现场数太多了，对啊，27。怎么感觉 RNG 想接这个龙团呢？接的话，不接好一点吧，还好吧，感觉也可以接。压起身，压到瞎子，小杰二连 ，WQ 接吗？再接毛皮鬼大，毛皮鬼的也不错。OK， 毛皮鬼的也还行。一个，你看卡面没人管，又推二塔去了，应该还不回城。二塔没人还不回城。说 AL 谁回？海瑞回海，海瑞回等于没回。要被虐，他回去，他没了呀，他回去也没了。卡牌回等于没回。哎，踢后面想逮卡米尔、哎，那我很多地方走了呀，随便走，走呗，先走走一走，我准备阿 Q 空了，准备大刀走下，走牌，准备大刀躲坏，一打二，有压力吗？一打二，来来，哦、啊，有表 ，OK， 卡尔玛没近身，哎，卡尔玛没踢，卡尔玛没近身没踢，卡牌没大，泽利在下。求你了！哎，毛皮鬼有踢，毛皮鬼有踢，他感觉有踢，说来毛皮鬼直接踢，
怎么三打二没压力的感觉啊？没贴算了，都扒过来了。打大龙拖，他打的都大龙吗？大龙，能打。有水银的小布，水银 ，OK， 点也快，大招框，你准，我操，大寒，踢过去打大龙，完美，我不用踢，单位已经有了，我现在都不用踢过去了。好帅的卡比尔！这个水银狙有用，确实要出。我这个水银，哎，给你杀，给你杀，他妈喜欢杀，给你杀，给你杀了呗，送带胆，送带胆，不给你杀了呗？我帅的发温，这波有人说要封神，有人说什么水银就真挺有用的，他水银是解了，用在解了点呀。对，为什么小布一定是 MVP？第一，他首先这把发挥的好，作用很大。其次，他还找到了对面的 MVP， 对，就双重 MVP。对。哎，干嘛？哎，没闪呢，扣扣没闪呢，别要被喷，要被斩。Coco 第一把 ，Coco 第一把编了个诗，然后爆了。我第一把喜欢编诗。你说角火龙这四件和泽利这四件，你看着就根本不是一个感觉。对，哎，小薇晕住，交闪，还有交闪，等青钢影带。对，主要这波交闪就是不给队友压力，不给卡米尔压力，然后卡米尔带线过去，马上就能给 AL 压力了。你们别给我压力，我给对面压力。对，卡尔玛没提，卡牌有大，卡牌也没大了。哎，这波操作好一点，他能赢直接。兄弟，操作好一点，卡面一波了。对，操作好一点，卡面要赢给你。哎，卡面一波了呀！这波别，卡面别来，卡面别来，信我，卡面别来，求你了，别踢，就让正面打到底。抢龙，哇，可惜没抢到。现在太惨。正面打到底，卡面别来，打到底，对，追。天火打断。追。去哪了？别怕死，追。哎，完整拆个门呐。他们追卡玛去了，卡玛不追不，卡玛还跑了，哎，卡玛，回头踢一脚，怎么说？喂，哇，这死了，哎，不一定，感觉还好吧？不一定，有闪有一，我躲躲阿 Q， 小走位好，对，战术很少，想的点多，给小龙，哎，这波我说实话，这波诺了。太弱了，这波太弱了，这卡米尔能一波的这波，他们会很矛盾，不知道走还是打，现在会变成，对，就抓住这个点，很易就赢了。右边是一定会乱的，啊，还是弱了，真的还是弱了。我这么准备的天火有视野吗？大龙二十多秒，哎，小布，你小布来了，小布看下面球里的导播，来，再来一脚 W， 喂，那就慢慢对了呗。MVP 找到队友的 MVP， 对，双重 MVP 这把是，那就慢慢推咯，卡牌复活50秒，哎，正面打也行，你打呗，哎，第二个 MVP 来了，第二个 MVP 直接斩杀，马上就结束了，来了，要结束了。踹他呀！我走也行，哦，走也行，还追吗？队友来了，看小火龙，喷一口，喷三只，再来，我这有踢，先追中，我这有踢，好像等一波，青影大招马上好了，直接过去爆对面的泽利，等一下可以，青影大招马上好，等下去爆泽利去了，青钢影，来了，大招好了。走，中包泽利，拆塔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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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拆塔，拆塔一波了。哎，杀完也行，还要杀，喷一口，再把崔小军杀了。还有，还有海瑞。哇，我们是冠军，终于9连败还是8连败？哇，终于赢了 ！AL， 好兄弟。AL 3连方小火龙，500
焦火龙单人。顶级兄弟，哇，感谢 AL 香克斯的魔法书，谢谢。哇，真不把人当人，哲力跟小火龙感觉后期两个英雄。